这疾病现在也能考驾照咯。交通部在去年9月7号的时候宣布，有什么症状的患者可以考驾照。我们世界排名第3的双打国手，为什么考驾照会撞安全岛来 ？S 型的时候进去一直会压到线，就一直压到你就没啦。他压2次就没。我就不要这样子了。我们家只是闲聊，你不要闲聊就走了。新闻9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